刚才你们有帮我一起合唱，那接下来这两首歌是属于我的歌，你们没有理由买了票来听我的演唱会结果不会唱我的歌，对吧？不会唱啊，你们说不会唱是吧？不会唱我就先降下去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错了没呢？错！今天是我生日，要谢谢我爸爸妈妈。没有他们，没有我。那要谢谢我的外婆。没有她，就没有我妈。所以我们是一个产业链，我们把美好的东西传递给大家，